全世界使用中文交流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是西班牙时间，今天是11月13号，周五，现在是上午的10:13啊。那个，接着给大家聊啊，给大家读这个关于明天的华盛顿特区百万人挺川大游行的啊。为了美国不加速拉美化、伊斯兰化。打砸抢、偷、黑命贵、高人一等的南非话，大政府、高税费、养懒人、烂人、罪犯，啥都免费，啥都平均 AA 的社会主义大锅饭乌托邦，和打着平权大爱的口号来剥削我们、奴役我们，最终让我们失去自由、财产和一切的。极左的黑暗时代，我们不接受，不答应，不低头，不放弃，不屈服。这是两种道路啊，这是生死攸关呀，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啊，生死关头。同胞们，我们的选择和行动，就是孩子们的未来和美国的走向。川普总统。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他的身后站着千千万万个勤劳守法的中产阶级和劳动人民。美国就是因为有无数个这样风雨无阻、默默奉献、勇往直前、拥抱自由、热爱美国的爱国者们，才让美国如此伟大和如此的有魅力。向所有捍卫美国传统价值和保卫家园、拥抱自由的爱国者们致敬！纽约爱国者挺川义工联系人，这有几位人的名字啊？说不定有我认识的啊，这有好几个人的名字，我看着都很熟啊。像这个 Grace 啊，感恩的心啊，Lucasi 啊。这几个人的名字我都熟啊，可能我都认识。华盛顿 D.C. 当地的挺川骨干冯小丹先生和他的团队战友们，热情慷慨、无私奉献，为大家准备了便当午餐，并且积极为大家做好地面的迎接，就是地方的迎接和一些后勤工作，更好的迎接和配合。远方的战友们参加本周六的百万人民大游行，在这里，我们向他和所有倾情奉献的义工们致谢和感激。地点啊，应该是华盛顿特区东北第一街，要是英文就叫北东，是吧？Northeast 第一街啊，First Street 1号。周六中午12点，将有一场声势浩大的来自全美国的百万挺川人士的大游行，期待您的支持并加入。请把这个信息分享给你的朋友、家人或者任何你知道的社交媒体群。我们需要向川普总统表明。我们支持他的连任努力，反对腐败。纽约的支持者们将统一行动，统一行动啊！您可搭乘我们租赁的巴士或战友们的私家车，欢迎更多的自驾车加入到我们的队伍，一路出发，为着正义向 Washington D.C. 挺进。友情提示啊，友情提示，目前。仍然是新冠疫情期间，这次去华盛顿 D.C. 挺川大游行完全是个人行为，建议大家戴好口罩，做好个人卫生防护，万一感染病毒与其他人的责任无关。另外，相关费用自理，这就是一个免责条款啊，就是丑话说头里。丑话先说，先把丑话是吧？咱们打开窗户说亮话，
咱们是挺穿，但是人多，这是有风险的。虽然你戴着口罩做好防护，对吧？但是你既然去，你是成年人，有各种的风险，你自己承担，对吧？这说的也没错啊。因为这组织者他也不是为了搞这事儿牟利呀、啊，大家是共同的，这是一种非盈利的义务的自发的行动，对吧？还要为，请为川普总统捐款打官司啊，打官司，打官司就是中国人说的啊，一般叫诉讼，比较规范啊，诉讼。支持川普，朋友们啊，支持川普总统，要用实际行动啊，过去我们小时候说啊，学雷锋见行动。现在我们是挺川普见行动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再见。